在呢，我要教你们怎么用啊好益康的熬鸡精做一道简单的菜，很适合坐月的妈妈啊，进坐月的妈妈或者坐月婆走了过后，你们自己一个应付不来，然后要做午餐或者晚餐给自己的话 ，OK， 很简单哦。我们有鱼是先腌好的，你可以用鸡肉也可以，所以你就用直接用盐或者酱清腌好。然后黑木耳补血，枸杞、姜、葱，来点缀。所以呢，你就直接把姜放进去，放在下面，这样它就会粘在盘底上面。那我们再放黑木耳、枸杞、我喜欢吃枸杞，所以你可以放多一点。好了呢，你就开一把熬鸡精。倒进去，一包刚刚好，就好了。过后呢，你就可以放下去蒸。看你的鱼的大小，大概蒸5到6分钟就好啦。如果是鸡肉，也是要看大小，要8到10分钟。那我们待会再来。Hello， 时间到了，可以拿出来了。然后你可以放些葱，点缀一下，就一道菜好啦。